4:43，一位看守民警走到监舍附近，随后一名戴着脚镣的在押犯人从监舍跟随其向走廊尽头行走。在刚才那名男子走出的监舍内，又有两名在押犯人直接走出监舍，并且悄悄地在走廊行走。现在看到的是看守所值班室的监控录像。两人到值班室向屋内探头，观察室内情况。看守民警和第一位走出的男子走进值班室监控视频下方。这名男子逐渐走进看守民警左后方，用胳膊勒住看守民警的脖子，同时另两名男子冲进屋内。穿好警服的一名男子在值班室的沙发边上找出一双鞋，并且穿在脚上。一名男子走进看守所接待大厅，在玻璃门附近停留许久，手中不断弄门锁的位置。此时，另外两人在接待大厅左侧的铁门附近出出进进多次，并且还有其中一人穿上一双鞋。三名男子又走进接待大厅左侧铁门内，其中一名身穿蓝色警服外套的男子拉开接待大厅的门，走出接待大厅。另外两名身穿蓝色长袖内衬和蓝色短袖内衬的男子先后走出玻璃门，并且有一人随手把门关上。一名男子叼着烟走出监区大门，